奈规工咧拄着因啊？天公伯啊，你是爱我甲雅慧因大姐夫的秘密讲出来，还是爱鼓励我讲我叫袂着的小平，买当有家己一片天？少强，你出来遐尼久啊，无等你回电话。没啊，你嘛是哦，来，咱做伙行。哎呀，唔免啦，为遮行哦，西中远诶，这边行较紧。无，咱先来洗手啦。即摆疫情期间吼，较接洗手诶，有好无歹。哎呦，来。你消毒就好了。喂啊！你哪在家啊？我有上教授的选修课，拄好有一个问题，想要问伊，我就来啊，我就来啊，就顺耍自拍打卡，这么认真吗？对啊嘞。嗯。今日我要结婚，我无对外宣布。你敢不是调过来照来，说一块豪门有多豪吧？我刚好叫你无聊。妈，那你现在请到参加进食啊？因为我知影我会拄着你。来这套，我看你根本就是要去甲别人约会。无啦。小强，你拄只想怎讲才袂当行？哦，因为这涂骹拄只有过啊，我惊你会过啦。怎么打打？好嘞，阿春，同学，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，我还有代志要问。阿春，阿姐，要找你的同学做伙去吃喜酒无？嗨，师母，我敢有记过你？有啊，你应该是无印象啊。多谢你，甲教授照顾了这么好势。是安怎要甲我说多少？因为教授的课程内容拢真精彩，大家的欢迎拢真好。教授有讲过啊，会当叫你认真准备课程，拢是因为师母替伊花所有的代志，所以我要多谢师母。上课无正经，刚才已经从事。大姐，你卖给你心内哦，明明就欢喜个要死。喂啊，你做伙你拜六日吧？啊，免啦，教授拢回答我的问题啊，我就袂入去聊聊啊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这应该无我的代志吼，我先去啊。